这是一个位于 Symphony 区域的一个 two bedroom 小型公寓套间。一进门左侧，这里是第一个房间。这个房间有两扇窗户，面积适中，有一个衣橱部分。进门正对着，这里是卫生间。卫生间有一扇窗户，非常的干净。右边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共面积，可以摆放一张六人餐桌，或者摆放沙发、电视等等。这边是第二个房间，同样有两扇窗户，面积也是相当不错。刚刚有一个非常大的衣橱。在这边，这里是本来客厅部分，但现在也可以变成一个第三个房间。这个房间面积比较大，有两扇窗户，同样也是有一个衣橱的部分。最后这边是厨房，厨房面积也是相当不错，有两扇窗户，配有了煤气炉、烤箱和电冰箱。厨房内足够摆放一张四人的餐桌。